Hello YouTube， 我是爺爺，我是阿嫲子，我們今天準備去公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剛剛來到曼城做了些什麼呢。事不宜遲，去片。Hello， 嗨，我們今天來到曼城第五天，今天跟大家一起走下附近的公園。這個公園也之前呢，如果早一點來應該會有櫻花堤的，我們剛才都看到一些櫻花掉在地下，是有些謝了的櫻花，如果早一點來那就就是 perfect 遲了。不過不要緊，下年可能再過來再看一些櫻花，可能在這裡賞一下花。這個公園很多英國人，本地的英國人都會在這裡周圍走下休息啊，吃下嘢啊，同啲朋友聚舊下咁樣。咁咧，咁啊呢度咧都有啲小朋友嘅遊玩設施啊，嗰啲嘢咁樣嘅，即係可能有啲搖搖板啊、上滑梯啊嗰啲都有喺度啦。發現佢哋呢度嘅遠戰區域係天然嘅草地。我哋呢五日嚟做咗啲咩咧？五日啊，一嚟到咧，我哋附近即係首先都要 hea 下啦，都有少少 jet lag 啦。咁啊，跟住好快我哋一兩日到啦，因為嚟到呢度咧，我哋都瞓覺都瞓得好咗少少，即係之前都成日發夢啊嗰啲，但係嚟到就冇啦咁樣。咁啊，所以可能冇咁大壓力啦，咁所以都係 enjoy 呢幾日嘅生活。我哋去朋友屋企住，咁我朋友好似已經照顧曬我哋啲起居飲食咁樣。係啦。咁我哋嘅任務就是要調節好我們的時差和適應這裡的天氣。我們一來到的時候是八度，但八度是一件長袖衫加一件薄薄的長袖衫加一件羽絨外套，或者一件防風的外套都頂得順。是的，這裡的天氣是冷的，但是你說是不是好像香港的個位數字那麼冷呢？因為它就這樣看數字來說好像很低這樣，但是其實你來到這裡的體感的溫度呢又不是那麼真的，因為我本身在香港都很怕冷的，但是來到這裡我都是長袖衫加一件羽絨，我覺得已經 OK 了，即不是說要穿到成夠腫這樣。還有你說是不是很陰天呢？我們即係佢有時咧就唔係好有陽光嘅，咁係真嘅。咁不過咧，其實就唔會話個天係超暗啊、超黑啊，又未至於咁。係啦。咁如果有一兩日好似今日咁啦，咁稍為個天冇咁陰咧，又都會見到啲陽光，咁都幾舒服嘅。係啦。哇！有松鼠。係啦，呢度咧嘅公園咧好多松鼠啊，好得意嘅。Hello。他以為我有嘢俾佢食啊！可能係。咁尋日咧，我哋去咗呢個市中心啦，咁啊，有個叫 Market Street 啊嘅地方。咁嗰度成條街咧，基本上都係曼城市中心入邊咧最旺嘅地方啦，有啲名店啦，又有Uniqlo， 香港人嘅 Uniqlo 咧都喺嗰度揾到嘅咁樣。不過 Muji 咧就之前好似本身曼城都有嘅，不過就執咗粒啦咁樣。如果真的要去看 Muji 呢，可能就要去其他的 City 啦。英國呢買原價呢不是炒價呢，是49磅，不是 ,449磅，即是4000元香港紙。香港都賣3900元的。Elden Ring。還有呢，我們就還買了什麼東西？去了 Primark 啊，好像朝聖的心態去入去看啦，咁都冇諗住買嘢嘅，點知佢都買到一條唔知裙定褲嘅物體咁樣。連身褲，童裝連身褲。係啦，連身褲。但買完翻嚟好似覺得唔知要再襯下先。係啦。幾多一條啊？呢條12歲嘅啫喎。啱喎，我啱12歲喎。咁啊！價值40元。呢個幾多歲啊？而家呢個13、4歲。13、4歲。試下咧，掂唔掂噶？睇下先，嚟咯！哇，
拖曬地啊！哇，搞唔掂啊！十三四歲都拖地啊！試過十十一咯，冇中間十十一。睇先，咦？好似啱好喎，啱啱好掂到腳踭。哦，咁靚唔靚啊？呢條我有件白色衫，好似可以襯到嚟緊夏天，試下先。質料好唔好㗎？質料啊，呢只唔係嗰啲棉質，應該係啲我唔知點形容喎，皺皺地紋咁樣，好似都唔會洗得歪嘅嘢咯。唔知咩質料，但係應該唔錯。試下先。點啊 ？fitting 試完。幾好啊！嗰、那個長度幾好。買啦。好啦，去俾錢啦咁啊！幾多錢啊呢條啊？六磅。Thank you。啱啱就俾完钱买嘢，咁啊撞到个香港人，好笑喎！麻烦下啦，我喺度话，唉，做 YouTuber 好似都好难啊，跟住无端端有人同我哋讲话，加油啊！唔系啊，佢未咁快讲，话你哋拍片噶咁样，系嘛？你成我都唔好意思讲话拍片，因为都系一条片，而家拍紧进行中。個 channel 係未有片嘅階段咯，而家係。咁我哋都其實都希望都拍下片俾大家睇下嘅，即係認識一下唔同嘅地方啦。喜欢这条片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share 埋俾你嘅朋友。按埋我哋嘅钟仔就唔会错过我哋下条新片啦。下次见，拜拜。